这个烟花呢是广东的一个网友在李记订了1500箱，他托我呢给他去检测一下质量，顺带看一下他们的进度啊。今天我去看了一下，进度蛮好的啊，质量的话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检测好吧。然后呢这个烟花呢它是有一个观赏面的，然后放的时候呢是这样放啊，千万记得啊，有观赏面的。然后安全提示跟大家唠叨一下啊，身体距烟花0.5米远，点燃这个绿色引线，迅速离开在50米外观赏。来了，点火了啊！如果觉得好看的话，大家记得给我点个赞，点火。